想约他试穿他，别无视我好吗？能联系了吗？蓝的又话我跟他一堆废话，现已火化。关注他试穿他，别问我里牵挂，痛心被限制吗？真真假？但听也话我跟他一堆废话，没对话。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，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？明知我上传十个黑字动态，便是直播，醉过喊过，期待有他亲切慰问我，但我清清楚楚，总之他满他更快乐过，被带出惊讶什么？谁管我独来独往，大时大节你提及我，每晚勉强传言你心里见得更易过，你曾犯错。我同啲歌詞真係隔離曬。